要想生活过得好，每天一头猪烤烤。在路上艰苦不过，留下了许多许多怨歌。那夜刻，迷途在远方他乡，感谢你，我心里伴我跨过。朋友与你分隔天共地，缘分。他就是每个广东人的童年男神。咱行好，咱好几岁了。藏在卧虎藏龙的菜市场，生意好到如此隔壁翻倍，每天至少要送五只重达0.3吨的佩奇上路。砧板每个月都要用坏10个，配方价值5套房，做法极其神秘。处理过的佩奇用一种神秘调料腌制，耍咏春半小时入味，方可送入价值10万的巨型火炉烘烤。400度高温烤制，皮脆爆汁，如披黄金甲，切开酥脆的声音，八戒都产出3斤口水，吃上一口灵魂都颤抖。当口每天人满为患，身价0.01亿的80岁包租公也只能站在路边。